你们怎么认得呢？拍戏的时候，在无线拍对拍戏，这个之前你认得他吗？不。哇，你现在还有一种害羞的感觉，不知道他是谁。当时我不太认识他，系咯，我哋喺drama 嗰度认识咯。拍了一部剧就谈恋爱了，是吧？哇，速度还蛮快的哦，很浪漫哦。是的，但是在 drama 我跟他没有说话，他在这个 corner。我在另一个 corner， 我们不说话，不说话，但是暗中观察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在那个戏里面，我跟他是演那个哥哥与妹妹的关系。哦，我因为我跟梁朝伟也是哥哥妹妹开始的啊，真的，哥哥妹妹可能就有一种特别的一个安排吧。